你不是伤口疼吗？是疼呀，但我能忍。伤口疼你还玩游戏？还给我。那我不玩游戏能怎么着？躺在这儿喊疼啊？我不是只能玩游戏吗？这一桌子菜谁做的呀？看着好香啊！不香了，都凉了。热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刚才小叔那儿我什么都没吃，饿死了。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，我口水都流下来了。我热一下，我们一块吃啊。不吃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干嘛呢？你们俩，小袁，你怎么这么凶？谁惹你生气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星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苏总，是我不好，你们请继续。袁总，你干嘛呢？外面这么冷。袁总，江总为什么要喊小袁袁总呀？江总喜欢情趣，对，咱们江总就是喜欢这种霸道总裁的 cosplay。江总，是啊，我就喜欢跟我们袁总玩这种角色扮演。对不起啊，疼吗？你不知道我这就不能轻一点吗？你手怎么这么凉啊？你外套在哪？我给你拿。在里面衣柜里。哦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他们两个看起来好好呀。啊，不重要，你们继续啊。呀，江总，我自己来。怎么都是西装啊？Thank you.